年的新北灯会在今天晚上呢开始在三重新北大都会公园登场，由新北市长侯友宜呢来启动了143秒的绚烂灯光秀，主灯卧虎藏龙正式的亮相，正式启动2022新北灯会正式启动。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长达120公尺、高度8公尺的主灯卧虎藏龙，搭配着 LED 灯与镭射光，展现了磅礴的气势。新北大都会公园被打造为大型剧场，有7个主题灯区、6大类型的演出，超过156场展演都可以来到这里呢一览。那么新北产业发达的城市特色，入场的民众也要配合防疫措施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